只修行千年的湖，千年修行千年孤独，夜深人静时刻有人听见我在哭。过爷，哎，先生，你是？哎呦，又渴啊！先生，多年不见，受晚辈一拜。哎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云叔啊，看谁来了？小梅这么年轻，就守夫校，实在是不幸啊。我那女婿可怜呐，在关中做个小吏，去年死于流寇之手。哦，当年老夫要是把小女……不说了，不说了。我只知道你辞官做了游医，却不知道为了什么。啊，在太医院期间，整天看那些庸医弄拳，实在是不想混了。又可又担心忘了行医的本分。啊，原来如此。这是做游医风餐露宿的，各种的艰辛，实在非常人所能担当。